Google with TV Chromecast， 今天来开箱。这个是淘宝购买的海淘，下单到收货20天，总共有那个跟踪物流的号码可以查询，包括从美国发货到中国清关，到转运的物流公司，然后到那个菜鸟的那个到那个快递柜拿货，前后总共20天。打开看一下啊，怎么打开？好，这个开箱我们看过很多了，我们再看看这个是海淘代购的产品，看一条码。泰国生产的，这个是盒子的正面，这边有个产地，好像写的是泰国生产的。4K， 这个是，它写的是标题叫啊 ，Chromecast with Google TV。是泰国制造，好像哦 ，Made in Thailand， 有个泰 ，Designed by Google，Made in Thailand。好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是主机了。有个布这样的东西包着，然后 HDMI 这一面。正面反面 HDMI 口，这个是遥控器，也是一样的布的材料包在里面，这个是语音，箭头 ，Home 键，静音，奈飞 YouTuber， 电源键，信号选择键，然后这里调整音量，这里是放电池的，然后一个说明书，一个电源线。USB Type C， 一个电源看看有没有硬写写什么，好像没写哦，没说多少伏多少安诺啊，这里有，好像有，看看，很小的字，看不清，反正就是原装电池了，用这个电池没错了。充电器火流，然后两块电池，好，看一下就是这么多东西了。价格忘了说，淘宝购买价格人民币460。好了，看一下就到这里了。明天再把它装上电视设置的整个过程拍下来和大家分享。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。